去！迟燕，你感冒了？这是你第10个喷嚏了。没事儿，可能是昨晚守夜着凉了。切！第11个了。喂，迟燕，要不你来我书包里休息一下呗？不用了，我可是钢铁飞龙的队长啊，要给大家带路的。那我们再选一个代理队长出来，这样迟燕不就可以去休息了？好主意。深蓝如何？我觉得我也可以呀。喂喂喂，就没有人选我吗？啊，你？我可是我们当中最能打又最帅气的人呐。我不队长，谁是队长啊？既然乐乐这么有自信，那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吧。同意。好，恭喜你，乐乐，现在起你就是我们钢铁飞龙的新队长。已经完成了多少了？报告，已经完成了目标数的40%了。怎么这么少？加大生产力度。是。很好，这才符合我的期望。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让斯都乐尝尝我裸鱼裙的厉害。出现的分岔路啊，乐乐队长，我们应该走哪一边啊？当然是走右边。右边一看就知道非常难走。乐乐，我们还是走左边吧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是队长，哎，相信我，右边绝对超轻松的。怎么会有泥潭的？真倒霉呀。乐乐，我们还是返回吧。不，我是队长，我说走这儿就走这儿。水流好急呀，怎么过去？嘿嘿，交给我这个队长吧，我已经做好了精美牢固的伐木船。嘿嘿，乐乐，这个很不牢固啊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我坐的船，什么大浪都能挡得住。好了，我们今晚就在这里扎营吧。现在各位就去找些食物给大家吃吧。了解。你们看，找到了苹果。嘿嘿，我找到了香蕉。还有芒果。我们先去把营地扎起来吧。乐乐，你太不厚道了，今晚全部人的晚餐都给你一个人吃光了。对呀，不能因为自己是队长就可以乱来啊。好啦好啦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那边有个湖，你们等着，我去抓鱼给你们吃。乐乐，等等。大惊小怪，等我抓到一些鱼做晚餐，这样就没意见了吧？看，那
不就是鱼吗？太好了。小时候爸爸有教过我抓鱼哦。这小事儿根本不在。哇呀，好多鱼飞了起来了。司徒乐，这是我的最新发明落鱼群，他们可是没这么好对付啊。哇，这些鱼够吃一年了啦。乐乐，这些都是机器人，不要大意，快变身。钢铁飞龙神兽武装。司徒乐，这次你可是要栽在我手上了。火鱼群上。我不会坐以待毙的，这次要主动出击。哈哈，怎样，至少减少了数量了。不是吧，打倒了还能复活？哈哈哈哈，我都说了你是赢不了我的。结束了，司徒乐，这次我终于赢了。不，赢的人还是我。擒贼先擒王。什么？我的裸鱼队长啊！
队长什么的，真不好当啊。谁也不是天生的队长，最重要的是有责任，有担当，为了团队付出所有，勇于做实事，这样才是个合格的队长。好，我从现在起要努力做一个干实事的队长。那我就去为大家准备晚饭吧。嘿嘿嘿，乐乐终于长大了。准备晚饭？等等，乐乐，乐乐，等等，还是我们来准备吧。哇，这么丰富的食物吗？要不我来？哇，乐乐，你别碰，别碰！哎呀，你小心你的口水呀！喂，别呀，别呀！根据之前得到的地图来看，我们再往前走上几天，很快就能抵达下一个目的地了。不过还是要小心天网，他有可能已经在那里埋伏了，免不了又是一场恶战。到时候就全靠你了，乐乐。啊，可我，万一我们失败了会怎么样？要是失败了的话，我们恐怕就得永远困在这个鬼地方了，再也不能看漫画，再也不能打电动，更可怕的是我们会被天网抓起来，永远当他的仆人，为他端茶倒水。你这茶怎么泡的？味道这么淡，给我重新泡。是天网大人。我们相信乐乐一定能够顺利回家的。乐乐就是我们全部的希望啊。天王，你作恶多端，今天我就要打败你。就凭你？我拿筷子都能打败你。别说大话了，尽管来吧。你个尿床的小鬼，来的时候没换裤子吗？弱，太弱了。看来宇宙未来的大英雄也不过如此嘛。还好。乐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喂，别傻站着，动起来呀。这就对了。没意思，下一个。乐哥，手下留情啊。这样才有意思嘛。早啊，各位。太阳都晒屁股了。咦，乐乐怎么不在？好像是那边传来的声音。二十七。乐乐早呀。早。哇，乐乐，你的脸好恐怖啊。乐乐，你昨晚没睡吗？我昨晚一直没睡，一直在训练呢。你昨晚到现在一直在做俯卧撑，这也太拼了吧。不只是俯卧撑，还有引体向上、跑步、深蹲。乐乐，过度锻炼对身体可不好啊。实验说的对，你现在这样只会起到反效果，还是快点休息休息吧。不行啊，马上我们就要跟天网战斗了，我必须变得更加强，
才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。扶我起来，我还能接着练。下一项训练，拳击。瞧，我以前打在树上，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的训练有效果了。那是因为你打偏了。啊？不行，再来。乐乐，你还是休息一下吧。你现在这样子，快走火入魔了。不行，我不能休息。万一我睡觉的时候，天网的怪兽来了怎么办？比如说，现在吗？啊？司徒乐，听说你一晚上没睡，不错不错，看来你真的意识到我天网是个多么可怕的对手了。情况不妙，乐乐，快点召唤机甲。好，神兽巨鲲，机甲召唤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插不进去啊。嘿嘿嘿嘿，瞧你这样子，怎么跟我打啊？裸鱼群，准备攻击。快跑。我这次一定要成功，一定。哎呀，乐乐，都死到临头了，你现在可别睡啊。瞧我的。哇，好臭！乐乐，你赶紧召唤机甲。我也想啊，可是卡牌就是插不进去啊。我来帮你。就算你把机甲召唤出来也没用，改变阵型。趁现在攻击。哼，想打我？没那么容易。一击就中，中。什么？就这么睡着了？看来这次我赢定了。哈哈，开门，送兵追。什么？天王怎么自爆了？可恶，耍小把戏。我的鱼群能为我提供最大的保护，有他们在，你根本伤不了我。弱，太弱了。你说谁弱？就是说你，胆小如鼠，没用的家伙。看来我真得谢谢你了，你越是这样激我，我就越精神。现在终于清醒起来了。
的躲避不是办法，我必须反击。什么？回来！都给我回来！哇，这样的效果还不错哎！没了鱼群保护，这回看谁更弱。狂杀暴风炮！你给我等着，我会回来的。乐乐，我们欠你一个道歉。啊，道歉？我们好像不知不觉给了你太多压力了，害得你这么焦虑，连觉都睡不好。打败天王，回到人类世界，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。我们不该让你扛下所有的责任。这一路走来，你在我们心中早已经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也不想想，天王哪次来找麻烦，不是被你打得落花流水的，是吧，乐乐？乐乐。